龙哥出了两张专辑，你如果想听哦，好店，铁花好店那边有买，手上盖个章都可以绕出去，中场休息就去买，尽量买，往死里面买，死里面买哈。那龙哥这一首呢，是在第二张专辑里面的一首非常好听的，就是卖眼机的，不要逞强，不要逞强。还是你要往后排？可以先唱，先唱。接下来要为各位带来的这一首歌是《不要逞强》，是一个警告的歌曲了，警告各位朋友不要玩过头的游戏。玩过头、喝过头、吃过头，都可能会住院，因为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，就是我也就是在医院的床上的病床上，发现说应该要跟朋友讲，要告诉朋友小心不要过头，就做了这首歌，叫做《不要逞强》。阿密斯要讲阿嘎巴吉吉，这是一首阿密斯的歌曲了。
就没有泡，就是用这种方式提醒大家。